主席，我知道有人會對國家一些政策有意見，又或者對國家沒有特別的感情，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基本的尊重一定要有。再者，這些是屬於其他議員的私人物品，人家擺在議事廳，不是讓你走過來隨便搞，這些是基本的尊重。再者，這些是屬於其他議員的私人物品，人家擺在議事廳，不是讓你走過來隨便搞，這些是基本的尊重。再者，這些是屬於其他議員的私人物品，人家擺在議事廳，不是讓你走過來隨便搞，這些是基本的尊重。再者，這些是屬於其他議員的私人物品，人家擺在議事廳，不是讓你走過來隨便搞，這些是基本的尊重。甚至到可以說到底有沒有家教的，隨便是可以拿起屬於其他人的東西。主席，小丑表演我們可以不理。